开始是大不出来便秘啊，其实很想上厕所，但又上不出来。第三天我就受不了，我就硬要靠自己，很痛的抱筋这样子啊，那啪冲出来。我起来的时候看，哇，怎么都是血？我没看过，我也没遇到过。嗯、我要找谁呢？啊，我有一个医生朋友，结果我跑打电话给他，他是乳看乳房的，他看痔疮找乳房，乳房有那个加医科。加医科，对对，因为他是原住民的、啊。他说怎么了？我说哎、欸，那个上厕所流血啊，流血。好了，你先过来，然后就叫我脱裤子，然后他就用那个凡士林直整这样的，哎，痔疮。他就跟我讲说，别再大鱼大肉了，哦，都吃蔬菜水果这样子。那时候还是球员吗？不是，那个时候不是了。啊，退下来你一定大吃大喝吧？肯定的。等于是说你又开了餐厅，又开了酒吧，然后又开了酒吧，然后两个加起来就等于痔疮。哎呦，酒吧、餐厅等于痔疮，有道理。对啊，不过我先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做过非常多大肠癌，包括于彦琪的，还有杨烈大哥，他们一开始。都以为是痔疮，然后最后呢就变成了你所谓的你担心的大肠癌的候选人、哦、不过呢、嗯、不是痔原有而已，十人九痔，无论古代在现在都有的。乾隆啊，皇上他患的怪病其实是痔疮，这是史书上面有写的、哦、还有一个是拿破仑哦，拿破仑不是惨遭滑铁卢，他在前一天痔疮发作、嗯嗯、已经刚裂了，那你觉得还能骑马吗？痛死了，所以一代枭雄就输了、啊、这个病真的是古今中外都要好好治疗，要治疗，身体要治疗。Hello， 欢迎在每周五的早上11点收看健康点点名，我是主持人王怡安。今天要讲的这个疾病啊、哦、可能很多人都怎么讲，他们不敢讲，又有点难言之隐啊。不过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非常非常重要的来宾，就是前这个黄金战士这个职棒球员陈志远，他愿意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痔疮。嗨，大家好。对，他叫战士，我说实在的不太好意思了，因为现在年轻人可以叫我大叔，黄金大叔了，黄金欧巴。Okay， 黄金欧巴。因为我跟你讲，就是他真的是以前我的偶像。哎呦，谢谢谢谢。因为从高中就开始看棒球，所以还好长官叫我去连棒球，我可以，连篮球我没办法。对，然后那个我们以前去那个以前的那种是，哦，对对对对，这个是这个的勇士曲，应该是从那个美国亚特兰大勇士。对他们的加油声，然后就是安打啦，安打全垒打、啊，这个很典型，对不对？很典型的，你们夫妻俩都有来上我们节目哎、欸。有我老婆有讲，上一次他有来上。对对 对，他那一次好惨哦，我听了半天，我想说你整个十天过年都在生病、欸。他很惨啊，就啊那十天过年他生病了，十天过年我是他的那个看护啊。初一的时候他不舒服了，然后就到医院去急诊。嗯。那初二回娘家嘛，对不对？我初二就回娘家去，他说宝贝我痛又不舒服，然后就送到急诊去。那送到急诊去的时候，因为我四号就要回来台北，我要工作了、嗯哦、然后我们讲说那就回来，然后初三我们就回来了，好，然后初四准备要开工，结果没想到说他晚上痛不舒服，没有，他卡了那个胆管了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因为其实我有这样的疾病，我那时候跟他分享，但是他就是没有在那个大空间里面，是在那个管子里面，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痛，然后就没掉下来，没掉出来、啊、就一直痛，时痛时好，所以只要把那个胆给切掉、哦、好，回到我们的这夫妻两个人来上我们这个健康节目，很特别哦、嗯、病痛太多，对，真的这最近好像你们俩就是病痛都有一点身体亮红灯。对，那你这个痔疮你可不可以讲一下，就是说你是十年前就发现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在十年前那时候在花莲发现的，那因为我在上厕所的时候我觉得哎一开始是大不出来便秘啊、嗯、那便秘然后一天没上，第二天哎怎么又上不来，其实很想上厕所但又上不出来，第三天我就受不了，其实身体是很不舒服的，因为三天没有上、嗯、那我就受不了了，然后我想说我就想尽办法一定要，我也没有吃什么软便，也没有吃什么排便的，我就硬要靠自己的那个力量。真的很恐怖哦，我真的都很痛、欸、很痛，那抱筋这样子啊，因为有时候会刚裂，对，那然后真的是用力，然后整个好像粪便这样冲出来，嘿，然后冲完之后我就其实刚很痛，那我那时候但是我是很舒服的，然
然后就是整个便都排出来了嘛，就是觉得腹部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多东西，对对对对对。然后想想，哎，应该没有便的时候，我起来的时候看，哇，怎么都是血，嗯，那血我就吓一跳，我说怎么办？这该如何处理这样子？那我就先把它拍照下来，拍照完的时候，我就就是清理了嘛，完我就马上。不对不对，我不能拖呢，我这个有点严重，我没看过，我也没遇到过，我就打电话给我医生的朋友，结果我跑打电话给他，他是乳看乳房的，他看痔疮找乳房，对，乳但我觉得医生应该都有基本上的一个，因为乳房有那个加医科，加医科，对对对，但是他是加医科，然后他专看乳房的，看乳癌这些的，他说怎么了？我说你就有点支支吾吾，对，那个上厕所流血啊，流血。那个颜色怎么样？哎，就是这个红色的这样子。好了，你先过来。他就没讲什么，他就很，因为他是原住民的、啊，很帅。你先过来，我就直接跑过去找他。他要进去，然后就叫我，脱裤子，然后就卧在那边这样子啊。等一下，他有点不舒服哦，因为、对，因为他要去找嘛，他就用那个凡士林这样子。我知道，就指诊。指诊这样子，哎，内痔还好啦，痔疮，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这样子。他就跟我讲说，别再大鱼大肉了，哦，都吃蔬菜水果这样子。那一阵子是蛮听他的话的啦，然后就没有饭了，那就没有饭了这样子。对对对，那时候还是球员吗？不是，那个时候不是了啊。退下来你一定大吃大喝吧？肯定的。那我那个时候体重无肉不欢吧？肉食，肉食主义者。而且你们有开餐厅？那个时候就是开餐厅，我开烧烤店啊，所以整个就是肉啊。啊，我必须要尝试、啊、试吃嘛，对不对？试吃啊，对啊，其实找理由啦，试吃一片就好了。我这边一直一盘、两盘接着来。烧烤跟 bar 的有吗？有对对 ，bar 是最早，然后烧烤回到花莲，所以我你知道，这肉跟那个酒啊、烟啊，都是待会儿跟你讲说，都是痔疮造成的原因。对你真的是，我还以为这三种加起来是极品，没有，当然是极品啦。但是其实我在。就是跟志远哥就是联系的时候，我就有点问，就不好意思问说，哎，是不是原住民的习惯，饮食习惯？我有一点就是想说啊，也怕说会。这一点也是对的，因为我们回去的时候都会吃腌肉，山猪肉，山猪肉。而且我们在吃肉的时候，你会吃牛肉吗？也会吃啊，牛肉也会吃啊，但是不太好意思，因为牛肉其实在部落来讲，如果有很大的庆典，或是哪一家有什么样的一个好的事情发生了，就有点像韩国，对不对？就是杀牛什么的，然后来庆，然后会有部落的人到那边去，然后我们可能就有牛肉可以领，然后在那边也有牛肉可以吃这样。但是那我们原住民，我们阿美族，然后我们在吃的时候没有烤肉酱啊，啊就整个盐巴涂上去两面，那应该。应该会比较好一点啊，没有酱料的话。没有啊，就很重。可是是吃很多，是不是？就吃很多，然后那蔬菜又很少，然后就烤了，就像三层肉这样子烤嘛。那配什么？配小米酒？没有了，就配啤酒。所以我们真的在部落来讲，我看到的都是肉比菜还多。那菜大概是什么？菜大概就野菜啊，那个野菜部分呢，它就是从山上采下来的。大都根叫什么？蕨类。对对对，然后再就种植了一些葱类。对，鹿角，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。然后还要看季节，好像现在五月还有最后一波，三四五月一个叫剑笋。对，剑笋，然后在夏天的时候，它会有那个面包果。面包树你知道吗？有像面包果，我们会煮成汤。对啊，里面那个籽又很好吃，籽嘛就像啃瓜子一样，菜上里面有那个籽很好吃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冬天的有什么啊？但是有一个菜叫龙葵，它是一年四季都有的。龙葵野菜，对对对，啊，就是山上采下来。对，但是肉还是比较多就对了。嘿呀，肉比较好吃啊。对，因为肉配酒嘛，对不对？就是无肉不欢。对对。所以就是等于是说，你又开了。餐厅又开了酒吧，然后又开了酒吧，然后两个加起来就等于痔疮。哎呦，真的哦，酒吧、餐厅等于痔疮，有道理。对啊，烧烤啊，对。那其实，你整个马桶都是写这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个画面。但是我其实收到的时候，我有吓到，对，就是真的蛮严重的。哎，旁边有啊，旁边有一个血，有没有？对对，是真的那个。我跟大家形容画面好了，因为还是要经过处理，怕吓到大家。哎呀，对，蛮恶心的啦。其实我是觉得可以放出来慰教大家一下，就是让大家就是、其实是可以啊，让对，因为它真的是一滩的红血，对，然后你的便只有一点点而已，对对，然后
颜色就是蛮深的红血，对，然后我真的步入啊有对这个就比较清楚，对这个对没错，就是你就可以看到，就是说它真的里面有一点点的变，然后还有那个血真的蛮红的，嗯，对，然后我就觉得真的你真的是就像那个秀琴姐讲的，吓出一身冷汗，真的，真的。那你那时候有在赶快再去看医生吗？其实当然一定有的，然后有去照过那个直大肠镜，大肠镜，对。其实基本上里面没息肉，对对对，然后颜色都很好，欸，对，他就说也是要改变一下饮食，因为我就是有便秘的状况，然后他出来之后就会变这样子。现在看起来是没有什么，我也要跟所有观众朋友讲，现在看起来没什么，它是累积的哦。你如果不去看，你不去治疗，或者你不去追踪，不去理它，接下来就是癌出现，因为我印象中就是说我的周遭朋友这样亲人好了啦，大概连我自己在内，我也是做大肠镜才知道我内痔，我觉得我没有怎么样，我只是觉得我常常就是上厕所比较不顺，不会对，那我也是很喜欢吃肉，然后呢因为我就是因为要减重，所以我就想蛋白质多一点，多吃一点，但我很喜欢吃牛肉对，然后就是那真的是蛋白质，对，那我就会当然就是说我又有那种韩式烤肉吃法，就是加一点紫苏叶啊菜啊，对，加自己好像心里比较安慰一点，对对对，但是肉还是吃很多，对对对对，那后来我就发现说哎不对，为什么就是一直上不太出来，我但是我是没有流血，那我家里的那个就是有两个人，就是包括爸爸跟小妹，希望小妹没有在看这样子，他是真的很严重，那他是我们那个比如说他们应该都会开痔疮药给你吧，对对对对，就是擦的嘛，吃的也有这样子，对对对，我妹妹是有严重到这个地方，而且他是很年轻就有，也不是因为吃什么的，他是就是有，对，内外痔都有。不过我先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下，如果我们做过非常多大肠癌，包括余彦琦的，然后还有包括我们之前做过一个，就是中山医院的联合医院的副院长，他自己也得了大肠癌第三期，是自己也是医生的副院长，他得了大肠癌第三期。他们啊，还有杨烈大哥，对，他来上我们节目，他呢，他们都是以为是痔疮，一开始都以为是痔疮，然后最后呢，就变成了你所谓的你担心的大肠癌的候选人。昨天你老婆，因为哈，我问你那个家人得什么癌症，你都不知道。然后好，我都知道，待会我们再讲。然后他就偷偷告诉我一个秘密，他说你很爱喝麻辣锅的汤，超级爱喝的。我当肠胃还是很健康的时候，就是你中间没有在发作的时候，然后也没有什么，你没有开麻辣锅店啊，胃食道逆流之类的，你没有开麻辣锅店啊？对，没有，我就很爱啊。你可以烧烤，而且我是喝酒，而且我是每次麻辣锅，我们就是我老婆不太吃辣，分开了，而且我的辣都是大辣。不是那种小辣，是大辣啊！肠胃那时候都很好，也不会说觉得有食道会，那胃第二天都不会，不，哎，就是上厕所会痛，灼热这样子，对对。但是我就会觉得很爽、很舒服，喝那个汤这样子。你是全部就我就舀那个汤，然后吃肉，然后喝那个麻辣汤啊，可以喝几碗啊？很爽啊！你喝一碗吧，就喝，就是没有的时候就再舀过来喝啊。那个，哇，那很辣哎，而且那油脂超高的。对，那时候不知道，就觉得说吃那个很爽快就对了，又大吃肉这样子，然后喝那个汤，然后又再加冬天的话，那就会一直想要喝那个汤。哦，再配酒。对，虽然而且酒也不配啤酒，因为配比较烈的酒。Whisky。对，或者高粱酒这样子。难怪你会痔疮。对啊。所以现在我有还是吃麻辣火锅，但是不喝它的汤了。其实，而且，这对体重也有帮助了。你应该要赶快去做大肠镜了。对，我觉得我两三年前做过一次，人家跟我讲说一年做个一次或两年做个一次。其实长，我觉得应该是说像我自己啦，因为我是去做胃镜，顺便照大肠镜，结果没想到第一次做的时候，大概三四年前吧。第一次做出来，我有三个息肉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就是去年的时候做的时候，竟然变五颗。对，然后五颗里面还有一种，它会，因为它会帮你分析嘛。我就看到有一个，其中的一颗息肉是写
这个会变成癌化的息肉，但是我切掉了，但是我从三颗到变五颗，表示我的大肠一定有问题，对，所以我后来也是有改变，稍微改变一下饮食嘛，对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，我觉得可能如果你自己知道你大肠或者是便秘或者是有痔疮的人，我觉得大概一年一次，一年一次，对，因为现在无痛其实也没那么贵了，对，其实大家不要觉得痔疮就是很难为情，因为十个人里面就有九个人有，台湾目前有九成，近九成的人有痔疮。你看一下哦，其实 大部分有痔疮最明显的就是解便、疼痛、带血，然后呢还有肛门处有这个肿大的异物感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，有，好，然后肛门处有瘙痒跟灼热感，这可能是因为你喝麻辣汤的关系吧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喝也会哦，这个真的也有，也会瘙痒哦，对对对。那直肠跟肛门会触动的时候会持续疼痛会吗？疼痛我是没有，肛门没有疼痛。肛门哦，对，会，我以为是腹部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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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是说直肠就下半分到肛门呐，直肠就是下面，等于是已经到。那没有那没有那，我只是在肛门痛。OK， 肛门有痛，然后可能会有块状物从肛门。拖出，就是我们刚刚看的那个片子里面有，那应该是粪便吧，还是什么的，我就不知道。对。然后还有就是，如果经常性的出血，可能会导致贫血，你有吗？我开车开一开的时候头会晕，不是，就开完的时候，我下车起来的时候就头晕了。那就是贫血。哦，这会哦，因为其实。像有些女性痔疮，她就说她生理起来的时候很痛苦，整个脸是刷白的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前面在流血，后面也在流血，对，而且是一直流，每次来就是这样子啊，等于像大量流血一样。对，她就是很辛苦，所以我说你几个症状都有哎，有啊，痔疮发炎原因可能志远哥会上榜。第一个，我听看看，便秘、腹泻、不良的排便习惯。便秘，或有腹泻，或者是腹泻，像爸爸今天吃腹泻去看。哦，那我就有啊。便秘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熬夜作息有不正常吗？熬夜作息当然不正常才会。当然不正常，当你觉得的时候不要会熬夜，不是吗？也不是说不，因为生理时钟不同。你懂我意思？我们这是在晚上工作。然后就到很晚，然后大概两三点之后才睡觉。你们不会欢乐一下吗？我通常都会欢乐一下。对，稍微会啦。对啊，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值班，好不好？我们还是有娱乐的这样子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对，所以因为我们都在晚上，等于是那个球赛结束之后，就会就要吃饭。对，那样等于是晚餐了。你们没有先吃吗？吃一点点，我们比赛不能吃很多。可是你没有体力怎么打？就是吃这些补剂品，或者是巧克力。OK， 然后高蛋白的补充，这样子。所以你熬夜不正常，现在为什么会熬夜不正常？现在因为一直看那个手机，看电视，然后对追剧，追剧。啊，你也会追剧？因为我老婆会介绍我什么剧好看，我就会追啊，真的。对对对对对。那我现在模式，可是你现在你要教书哎，我早上一样早就起床了。哦，那你真的熬夜？他就说你这样子，我老婆说这样不好，睡眠不好。对对对，我说你不要再拿剧给我看了啊。对啊，可是有时候不是因为追剧，有时候也是因为在想说，我隔一天要做什么事情啊？你有什么事情？然后再想不出一个解决的办法，然后我就开始两点，然后三点、四点，然后想，那看就手机这样划一划，然后记载睡眠品质，然后就倒下来，然后睡着了。可是那个睡的时间已经是四点了，对我懂，那我六点就起床了。就我也会这样子。我是休假的时候，对啊，我想说我也没有跟朋友再出去，你就不知不觉滑手机，有没有出去吃饭喝酒这样子？奇怪，怎么还会有这样的原因？哦，原来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哦。对，这是像熬夜跟压力，其实包括杨丽大哥跟那个之前我们访问的那个医生副院长，他自己得癌症，就他都说压力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，的确。对，很可怕的，造成大肠癌的原因。然后另外就是长久站或者是久坐，我都有啊，有久站啊，
怀孕的话，这个女性呐、啊，对这个女性，很多人说怀孕之后就会有痔疮，然后从事激烈运动，激烈运动应该没有了吧？现在比较少，那会不会以前这样子造成的？有可能啊，因为已经十年前，对，现在不太做一些负重的东西，都是靠自己的身体的重量来去运动，或者是好啦，第六个你中了啦，爱吃辛辣的食品，漂亮啊，这个真的太舒服了啦，我吃起来很爽快。第七个你也中了，第七个水分。纤维摄取不足，这个你有跟我讲蔬果都没有吃。如果蔬果没吃的话，哎，我的水分真的补充不足，哎。为什么？你没到1500吗？自没有呢。然后再来就是我不渴吗？我们旁边有水，你要不要喝？我喝茶，哎。可是茶跟水不是不一样的哦。它不会吸吸哦，真的。茶是不是也会排水啊？没有，茶、咖啡、水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水就是水、我有喝水，但是我喝的水大概一天可以就是那个小瓶矿泉水，那太小了，600ml左右，不是600ml、你说那种小瓶的，那太少了，对对对，太少了、真的，那我就男生至少要喝1500到2000cc， 而且你吃那么多烧烤、还有麻辣烫，麻辣烫也不是水哦。哦，那我水要喝足，那我真的像水分补充不足、你才会便秘啊，你才会便秘，难怪了解了，我好像是王医生、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好，另外一个就是你有溃疡的病史吗？十二指肠溃疡。哦，那就你看又中了一个。十二指肠。十个呢？十个。十二指肠溃疡蛮神奇的，肚子痛会痛。会痛啊。然后吃东西下去不痛。啊，你是说喝麻辣锅不痛？没有没有，吃东西我蛮痛，我想说啊，我又要饿，可是我吃东西下去，哎，它怎么不痛？然后吃了肠溃疡会这样、应该是这样讲，你可能空腹的时候可能一直在那个磨哦，对，也有可能是因为这样、就是没有东西吸收，然后我吃东西它竟然不痛这样子，对，胃吧，不应该可能是你的胃跟溃疡可能有一些状况哦，了解了解，对，然后酗酒，我们不要讲酗酒了，我们讲喝爱喝酒以及肝病的病人 多了一点啊，你的肝指数正常吗？我其实肝指数正常，我在跟各位讲，我以前肝指数是非常不正常的，有酒精肝，有脂肪肝。我是做在球队做身体检查，我就知道我的肝指数高了。嗯，是因为什么？有想吗？我觉得应该就喝酒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、然后那我可以讲酗酒了啦。不，就是没，我觉得这个也要。等于当卫教嘛，那过去来讲，觉得自己是年轻，然后恢复力很快，我又运动，那其实基本上呢，酒进去里面，它都是一直在，你就觉得会代谢掉，对对代谢，它其实是酒精一直在累积的，没有没有，然后肝，然后我又有鼻肝，然后那时候的肝指数高到快300-400吧。哦，那很高了，很高300-400，因为基本上40还是45以内嘛，这标准。那是 GOT-GPT。GOT-GPT 对。GOT-GPT 大概超过40。我就是这个都是亮红灯，然后那个指数很高。对对。然后脂肪肝、酒精肝这样子。酒精肝是最可怕的。对对对。酒精肝是你的肝硬化会造成。对。就是我爸爸其实就是这样子啊，早年就是喝不醉啊。做生意的时候喝不醉，就一直喝，一直喝，一直喝。后来养生已经来不及了。这个来不及了，说实在的，不要觉得自己酒量很好。但我有一个医生，我去看的时候，他跟我讲过说，他说你因为我是为什么会这样喝酒，但是爱面子，爱面子撑。其实你已经醉了又累了，那他就跟我讲，医生建议就是说，俊，如果你要这样喝的话，那你因为有朋友嘛，或者你也喜欢这样子的氛围，醉了去睡觉，别再撑了，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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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再撑了。我是爱撑的人，我爱面子的人。不行不行不行。然后之后我就说醉了，我就说我要睡觉了，而且醉了我就不理他们，我就在那边自己睡觉。然后慢慢的睡觉可以让肝。对啊，我也不再喝了嘛，然后再慢慢，然后这样的话，进而就说啊，以后不要找资源的了。对啊，都醉了那样，然后之后你就不是酒友了。就慢慢的，我说对，到现在这个状况呢就比较少一点了。最后一个呀，最后一个，你已经中了蛮多个。第十个是，你有吸烟习惯吗？啊，以前有。那你戒烟了吧？对。但是最担心的是什么？喝酒的时候就会想拿烟，对对对 对这个就是很麻烦一点。对 对，最好还是戒烟一下下啦。对的那抽烟对肝好像不好，蛮严重的，对肺也不好。哦，对，所以就是说，其实这几个痔疮发生原因大家要注意一下。不过呢，不是痔缘有而已，你猜猜看有谁有？你是说古代人？古代人，那如果吃好了又喝好，那应该都是高官啊。
对不对？应该是高官才会。十人九智，无论古代在现在都有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乾隆啊，皇上。好，延禧攻略不是有一阵有一个那个，他不是突然生了一个怪病？对。然后皇富察皇后去帮他侍疾，记不记得这一段？知道，知道。其实那一段他不是生什么痘什么，那个怪病在史上面就是说。他是得了痔疮哦，对，因为你想乾隆他那时候就是盛世嘛，那他的吃的东西都是真的是最好的，而且乾隆又就是非常吃爱吃的一个注重爱吃美食的人。乾隆患此病啊，太医很害羞，然后就说只有皇后能解决，因为去帮他擦药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呢，就是他最爱的那个皇后白月光，然后呢衣不解带照顾了一百天，大概三个月，三个月左右，他的病就好了。对，但因为总不能跟那个太医也不可能跟那个说前皇帝患了痔疮，对对，有一点怪。对对 对, 对，那个时候不可能。对对对，就是说生了就是隐疾啦。对，好，那还有一个是，哎，你说的都对，高官了，高官了，对对对对，宋朝的吃好的吃，对啊，苏轼。苏东坡，我们想到什么？东坡肉。哎，他在下放到那个就是惠州的时候啊，他就是发明了一大堆食物呀。反正我就被贬了，然后我就吃好喝好这样子。史书上是说不得不修粮断酒肉。哦，真的是用这四个字。哎，他人家都修粮断酒肉，你没有哎。现在开始。不晚不晚。对，好，他自制了叫做芝麻茯苓面去痔，真的有成功。这应该算是中药材的了。对，中药茯苓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蛮不错的药。对，还有一个是可能大家比较就是知道的，就是明朝的张居正，基本上他是劳累过度哦。对，然后最后他是因为久坐血脉不行，结果肛门就生了这个痔疮，结果呢？他切完痔疮之后，他就一命呜呼走了。可能那时候技术不够好啦，我觉得。对，然后最后一个让你猜，女的。哎，还有两个，还有两个。慈禧哦。哎，慈禧。慈禧呢，她因为她也是压力大嘛。你看久坐垂帘听政，一直坐在那边，每天的国事有没有？虽然清朝被他弄得乱七八糟，那结果呢？没想到无冕的女皇慈禧老佛爷也有也中了痔疮。最后一个欧洲的。欧洲的，对，那应该年纪比较大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我直接解答，拿破仑。哦，拿破仑不是惨遭滑铁卢之役，在比利时那个滑铁卢，我还去过。他呢，因为那时候流行，他们法国人不是流行穿紧身裤吗？然后呢，他的痔疮是严重到已经有肛裂的状况了，肛裂就是很严重哦，那不就流血了吗？对，那结果他在前一天就是那一战的前一天痔疮发作已经肛裂了，那你觉得还能骑马吗？痛死了。对，他就没有办法带兵，所以一代枭雄就输了，对，败战。所以就是年近五十的拿破仑其实面临决战，最后竟然是痔疮复发肛裂，然后让那个战役给那个败掉了。真的是痔疮真的也是要痔疮，这个病真的是古今中外都要好好治疗，要治疗，真的要治疗。你看，连战败都出现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痔疮到底会不会好吗？台湾有九成的人都有这样的病，对不对？熬夜、吸烟、喝酒、爱吃辣，这是痔疮的高风险群哦。常见的六大原因要注意一下：饮食不要就是太多精致，包括白米、面包、甜点，这个要注意一下。常吃肉。不吃蔬果易便秘造成痔疮，还有喝水太少，你看真的喝600cc 太少了，爱喝饮料，咖啡茶酒，咖啡茶我很爱，对，我也很爱啊，但是我会喝酒又比较少了啦，含糖饮料，含糖一样很少，几乎没有啊。你没有喝珍珠奶茶？我一年他们喝就算出来两三杯而已。那你不错，不太喝甜的饮料。烧烤、辛辣食物，这是以前嘛？对，这个是这个偶尔还是是。这个痔疮会易恶化哦。好，真的。高钠、高盐加工食品也会使痔疮恶化，还有服用铁剂。对，建议天然食物，用天然的食物去补充。哇，这很难不中哎，好多。对啊，所以啊，就是说为什么拿破仑都把他滑铁卢都已经。
都已经战败了，痔疮可以造成滑铁卢战败，然后一场战役被痔疮打败。对，然后一代首相那个什么张居正，然后就切个痔疮，结果就死了。就是真的是从古代到现代，大家真的都要注意痔疮，不要再觉得它是隐疾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的健康姐姐名非常。这个荣幸的请到前职棒选手这个志远哥分享他的痔疮经验，因为我们看到画面也是哦非常的惊悚，因为痔疮是隐疾啦，隐疾真的，你看乾隆都得了，不要不好意思啦，真的不要不好意思，赶快去看医生，赶快去做健康检查，是一定有。今天的健康检查名到这边，然后我们的这个新闻网的中天新闻网的 APP 已经上架咯，前面有这个 QR code 请大家扫起来，我的是 CTI125 的代码，大家多一份监督的力量，多一份坚持，让我们的扫起来新闻网的这个 APP 上架咯，大家赶快去把它扫起来。今天谢谢这个志远哥来到我们现场，谢谢，我们跟观众朋友说拜拜。你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了吗？我想和你分享一个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很重要的理由。 NCC 关中天，没收新闻自由，媒体寒蝉效应很严重，但是中天坚守第四权，监督的力量在中天。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， 和我们一起守护台湾，多一个下载就多一份力量。